毛巾业者设计了林书豪的运动毛巾，色水分作红色、蓝色两种，顶头有代表林书豪的英文字，以及1993的数字17号，甲台湾地图等等。不过这个毛巾是买袂到的。这种感受也觉得很强烈，说因为我们也是 MIT， 所以我们打出的口号就是说，那个，林书豪是 MIT， 我们也是 MIT， 那么我们为林书豪加油，然后以 MIT 为荣。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想要做出这样的一条那个运动潮巾呢，来让大家可以为他加油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披啊，拿出来挂这样子 ，OK。然后，但是我们这个也不打算拿来卖哈，就是用来回馈我们这个长期爱我们的客户，然后买我们的东西就送这条运动潮巾。限量200条的运动毛巾，干那要送，无要卖。业者想要制作这个毛巾，是想要收藏林书豪，另外也要趁着机会展示台湾做的毛巾的品质。第一个我也姓林啊，然后而且这条运动潮巾的设计师也姓林，然后呢，当然我们都觉得哇，觉得能够姓林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哦，这样苦练过来成绩都觉得也很光荣，对，也觉得与有荣焉这样子。业者表示，伊本身也姓林，帮忙设计这条毛巾的设计师也甲林书豪同款，拢姓林，所以制作这条巾啊，对伊来讲特别有意义。有别于一般运动巾的一个风格啦，所以我们在内部在思考的时候，就把它设计的比较潮一点的风格。那所以当然说，除了就是说要顾虑到说，要有更有台湾文化特色在里面哦，所以我们在里面也放了台湾，然后呢也用一些比较潮的花纹，用比较强烈的颜色来表现这条运动巾。它可以说是个纪念版的而已啦，好，我们也不打算拿来销售这样子。业者虽然无林书豪的注册商标，但是伊讲商标登记了后半年才会生效，即个月来无法律上的顾虑，而且伊干那要送无要卖，限量200条，伊要用行动来支持林书豪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